那假的不会等会闪现 W 爆你二级就住了，那有点变态。我们要去哪儿？对，那就是纯粹的变态。我觉得伤疤挺痛的。行，我多弄。穿不过了，这个。毕竟人家上线快。人家上线快，他抢不了线，很正常，很合理呀、啊。你今天真可爱，大开眼界，对不对，宝贝？你要是不想换的话，太快了呀。你把我缠得死死的，我喜欢这个钩可以吃，点火不能吃。对，钩是可以吃的，但点火吃的真不行，点火太痛了。介意我插手吗，洛？启禀尊便，这位小姐。等会打着打着，那卡莎的被动磕性伤口就很猛了。让他们记住，绝对忘不了。小细节的道具。哎，下屏没卡好了。洛，我让你觉得开心吗？每一天每一天。还行，现在追线，这波线就很好打了。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？你说之前？对，没什么，我从来不想，我什么也不想。点个眼吧，感觉是在。你还记得二十四步吗？因为刚刚锤石也往前走了，就是。那我先躲起来再说。他会刷石头人吗？真在刷。找他。如果我。才交的有点早，才可以交慢一点。你要找我，就缺口上。线还是亏好多，哎呀，线亏烂了，亏得透透的都，哥们的线呢，心在滴血。历史全是胜利者所做的，心在滴血，自己骗账。我要走了，去哪里？哎，我操，按错了，太不先按成 Q 了，好尬呀。有你在，三生有幸。什么容易上手的？其实卡莎容易上手，卡莎更容易上手一点。EZ 侠卡莎这版本还是不错，对 ，EZ 卡侠卡莎三个。精神点，亲爱的、哎，我什么时候不精神了？这个版本还是非常的优秀的啊。然后 AP 卡莎打 rank 可能会弱一点。
打比赛 AC 卡莎，电脑卡莎是艾欧尼亚的干涉，招来了我们的反抗。暴雨在上，我这下路线也没必要推出去啊。对啊，真的可以 A 一下兵的。扰乱他们，包在我身上。我这个下路这个线推出去也没有意义啊，我可能还会被打野抓。打野在上。你们开心吗？我听不见你说什么，太开心了。有可能会来下，但他也可能会去上去刷印子，一半一半，有概率会来下吗？下路线刚好推过去，然后有小龙，但我觉得去上路的概率会更大一点。也不好说嘛，就看人家真觉想怎么打。这边人家开五。好吧，最后火都是我不错的。连我没挂上，打不过挂上也挺赚，好治疗的。我还在上。你说话呀！不行，正打着呢。你记得我们的撤退路线吗？欺负我倒你不记得好了。这些东西的来历是合乎伦理的吗？侠是好打卡莎的，对啊，侠打卡莎一直可以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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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OK， 裴擒虎。Rampage。破坏需要耐心和时间，裴擒虎还有无数羽毛做成的匕首，落草也没问题，落草我家解开技能被硬伤还关死，我看上路了，光顾着欣赏裴擒虎和那个的操作了。其实处理的再好一点，没有处理的不够狠。但我是被活生生点死的，好像。那卡莎 W 也没打到，就被活生生的 A。我这鳄鱼玩不了了。为什么你从来都不说我愿意？因为。哎呀，真的。你要是不想干的话，我想还是不能看啊。对。哎呀，那裴擒虎把我的目光啊，把我的注意给吸引住了，然后我自己烂了。让他们见识一下，乐意之极。你把我缠得死死的，我喜欢。漫天飞雨，没问题，真得打。诺，我让你觉得开心。哪能让他这么对啊？
就你有辅助吧？啊，我没辅助是不是？大蓝。哦哟，很帅。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？有点小帅。没什么，我从来不想，什么也不想。还几层被动啊，这么远啊，我四层被动，怪不得，怪不得 A 这么远。那是天大的节奏，有点。这些畜生！我去下路干嘛？我去下路干嘛？我去下路刀队。你要耍我，就吹口哨。好偷红啊，他好像把印记吃掉了，那他死的好像还无所谓了。对，他死了，但他把杜神吃掉了。要是我死了你怎么办？我会把世界烧成平地，我从灰烬里建起一座城堡，叫你留着生，直到永远。不希望你跟你拼一下。如果有人要先死的话，一定是我先。我没法看着你死，而且黑色的我是在什么地方？谢了，宝贝。出草。我只能说这个大招教的太出彩了。有你在，三生有幸。不，我才有幸。反抗有赖于情报。来一个三次差不多得了。再 A 就不礼貌了。对，再 A 就不礼貌了。之前了，清线的话，那就塔我就打我就吹塔了。对啊，你要是清线的话，那这塔不一定会掉，你打我这塔肯定掉了呀。我被你揍下不是死无所谓的。回来呀，没意思。那么我要给多少钱呢？没人能挡我的路。哎 OK， 他七成被动了。似乎总是主动的。我们要去哪儿？保持警惕。行，我多弄些。
不需要你，没关系，你去吧。他被动有点多啊，天爵，这把天爵有点小无敌了。对，天爵，主要是潘森豹女后面对天爵威胁真不大。所有女人都渴望得到洛，好像他们知道该怎么应这波现在是上路一个塔，主要上路两个塔吧，应该是。哪里弄来这么多好东西？然后中路又拿个二塔转懵了，转点命令的。洛，我让你觉得开心吗？怎么说比较稳的节奏就是小龙啊，控一下小龙，然后把大龙也控，然后打团，对，这是最舒服的节奏，也是最稳的节奏。敌人不见了，和人们说话总让我想捅他们一刀，所以我就捅了。甭管，先把中路线给推了啊，推了，然后跟队友推了去找队友。装备不差呀！你还记得艾夫特重吗？嗯，我想进去。那我就勇敢一把。我看不到他们了。来了！如果跟后面一起打，我们不会分开。你总会跑不出来。没有。哎，搞大龙呗！你知道我是爱你。我们之间何必人类的语言深入？要打剑客吗？我完全不行，但我非要不可。今天你能嫁给我？明天再来。我每天都。你要找我？去吹口哨，你知道怎么吹口哨了吗？没。这不是吹口哨。来吧。我希望你能更谨慎一点。如果我们要先走的话，我希望你把他给迷死了。而且黑色的实在是太可怕了。打倒一下，扰乱他。三千血就可以斩杀，侠的英雄打龙太快了，还换了一个，很棒，很能换，很成功的。极其忙。
们吃蓝吗？洛是不是要点终极猎人？因为我看洛的大招 CD 好久了，对，我看洛好像一般都是要带终极猎人。找不到他了，要不然怎么弄？要打字啊？行，我多弄。看上去像在打字，不然为什么站着不动了？